没有把龙拉，不过这个龙要拿下了，看一下这个龙不敢拼惩戒，要打起来了。汉哥 TP 下来，这边在追猴子，猴子看到汉哥有点头大，这边有个爆炸情果，反手直接大上来了，一定怪个大招效果很不错，汉哥这边吃了一个盾，这盾牌也没有死。 预言家也是临时的自己的盾，又是二手，好快的脚，把盾被给踢了回来，对面就为什么没有闪现呢？这边阿拉夫没有被留到，卡在那边打一个终结拳，但阿拉夫活了下来，还能再留人吗？这拖拉人很重要，打出一个闪现。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他觉得布隆被动加辛德拉，他进场太容易死，那得把汉德哥这个装备就到头了呀，感觉。 刘星松这边又来了，闪现这边开大招，大招这样，这边伤这边被撞了一套，预言家的血量有点低，但是这边的话杰克拉姆直接被秒了，但是这边撞的效果很不错，又是一棒子上到了毒液币，这边残局的话怎么打这个猴子呀？解决不掉这个猴子啊，又是一个一技能上来，刘星松也要被留下，带的是这边的两个人，汉子哥这边叫一技能逃跑，闪现三个闪现，哎，刘星松要被留了。 这边刘星松反手指了一下，把自己接麦了。啊，这边毒液镖被抓被动了，踢到墙上。这里的话，毒液镖中队的闪现没有阵亡，另一边墙这边进场抢上奈德，奈德这边没有死，最后被换掉了。但青钢影这波也很尴尬，自己开始一个秒表等死，一定把这个大龙打死了。毒液镖，把刀子是勾引到了这个大龙坑处，那打的太快了吧！ 哈鲁救世主没有抢到，一脚踢开了，但这边猴子打得很爆炸，猴子这边近身了，因为这边很多人倒地了，但是猴子的这边血量也很低，这波的话，金塔先阵亡，这边先打对方的前排车离子，哈鲁被带走了，而这边设计一个伏地，而这边空掉，这边又打了一个下一个二闪一，漂亮，直接拉死双 C， 救主，RW的救世主，凌空飞鱼。 这个位置，先 Q 个球抓在手里，蓝魔高云叉中了，那这样手子哥不会上了，想反打闪现过来，一脚踢到墙上，哇，这个一推出来了，哎，今天这场感觉小天跟对面两波了，这个配合都没有配合的特别好，把。 他从大招上踢开了嘛，小天这一脚没有击到，反正一个大招搭了起来，小天这边应该是要没了，结果龙这边再收一个人头，哎，这两个人没有伤害呀，这能杀掉手子哥吗？啊，水子哥吗？水子这边有个奎因，我来强行杀水子哥，布隆这个盾打了成盾的伤害，就卡杀一起拿到八百块的人头，但这个奈特跟巨魔两个人，感觉还可以再啃，对面这边被巨魔啃死，鳄鱼怎么办？方不了这边两个人感觉要被包夹了，闪现过来踢一脚奈特，这边推死了，另一边看这个一技能。 被鳄鱼钉在原地，一个Q就在。我就爱看着他们飞起来 ，Double kill。